兄弟姐妹们，记住七哥说过，当你度过了最坏的一天或两天之后，一定有个特别美好一天等着你。我们所有的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的战友们，这几天看尽了这些小丑们和这些伪君子们懦弱的这些无知的自私自卑的尽情表演之后，爆料革命受到了挫败，上天一定会给我们个大礼，给我们带来了挫败的时候一定给我们礼物，人生永远是这样子啊，永远会这样子。